龙哥早。早。我是不是起晚了？没有没有没有。啊。我需要做什么吗？你帮我把那个蛋饼拿出来，然后切成小块小块的。那不用切那么小。对，不用切那么小。好的。男生过来，过来，过来，小九，快点，我们来换衣服啊，不然怎么出去玩呢？换衣服要干嘛去啊？我的衣服，今天又要出去外面散步，去外面树林里面玩呢。还是早早放。对，那你也得换好衣服才能去找，对不对？大人跟小朋友之间其实我们不是那么熟悉，我们之间的交流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杂乱中出现，可是你有对讲机的好处，就是在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会静下来去听你到底在说什么，他会很清楚跟你之间的这个互动是有趣的。这个对讲机我很好玩，就没玩过。你没玩过，我教你怎么玩好不好？快点去拿两个来，我跟你玩。这个对讲机怎么没电了？有，我来帮你们开。你们讲话的时候要按着这个。你说，喂喂喂，听到？小九，听到，请回答。喂，收到，我也听见了。好的，这个给你。收到，我知道了。你想要吧？好，那我给你拿一个。我知道了。就是跟妈妈说话的，对吧？因为可以这互相之间说话，比如说如果你们调到同一个频道，或者几个人拿一样的东西，可以互相说话。收到，请回答。有听见我的声音吗？听到了。收到，请回答。龙叔叔，请回答。收到，龙叔叔收到了。小九，你在哪？我在这儿。小九，你吃饱了吗？被他们弄晕了。你好，彤彤。无能为力。是的，请回答。收到。收到，请回答。哎呦呦呦，来。乖，不哭，没事。
说说看。哇，你好勇敢哦！哇，没事，哇，你好勇敢哦！来，来手术房。不疼，好，你先坐着，我帮你，我去拿着，啊，本清帮忙看着。来，我帮你捂一下，凉凉的，马上就好了。我觉得慢慢的，待会就冰了啊，不能一下太冰，头会疼。你现在调到另外的频道了，这样就听不到了。我帮你调到那个。小九，听到请回答。动车的我到了。动车的我到了。凉凉了，不疼了，对不对？凉凉了，不疼了，对不对？小九危险，要回来，叫他快回来，太危险了。你快回来！手扶着，啊，我去看看其他小朋友，你等我。小九呢？小九去哪了？叫小九回来。小九回来，快来！人呢？小九，你在哪？小九，你在哪呢？小九，他们居然还走得动。我的天哪，我躲过去不能再爬过去了。小九，小九，来救救我呀！我在桥上，不能下来。你怎么自己跑过来了？我想，我
想抓一个小猫咪回来了，没抓到就跑了。小猫咪呀、啊？对，小猫咪让它自己在这里玩，我们不要抓它，好不好？你呼叫呼叫他们说，我很安全，我马上就回来了。我很安全，马上就可以回来了。嗯。你看，大家都担心你呢。啊，你跟他们说，说我马上回来了，你们等我。我马上回来了，你们等我。好，走，我们去回去喝水，好不好？口渴了吧？你看流汗了，你看，啊。我在农场旁边。走，我们回去喝水了。已经下来了。千里，我们回来了。家长，我刚刚跑出去，不知道我在干嘛。下雨了，下雨了。我们先把雨衣穿好，好不好？来，跟我走，跟我走。蓝针在我们的菜地藏了五种神秘力量，我们一起来探索吧。这个也是小森林。来，你们要不要摸一下？摸一摸。这是什么？辣椒。这个是什么？五彩辣椒。非常好，非常好，你们的蓝针认知力已经被你们解锁了，非常聪明。我们来领种子，领自己的地，好不好？好。小宝贝们专注于他自己喜欢的东西上面，专注力很棒。哇，小九，你不要跑来跑去的，你的运动力很强，我知道你现在已经是个运动小达人了。蓝针的运动力你也解锁了。我拿出来。我们如果要种种子的时候要先做什么呀？你先把土弄松，把种子放在地里。答对了，好棒好棒。好，你们的语言表达得非常精准而且清晰，待会也给你们一个蓝针贴纸，好不好？好。好的，小朋友们，我们是不是都种完了？种完了。那我问你们，今天有点下雨，你们怕不怕啊？怕。你们现在都有蓝针的保护力，所以不用担心。这是好朋友送给你们的礼物，恭喜你获得了蓝针武力，恭喜你们六个成为蓝针武力火力全开的蓝针宝宝了。我能不能再玩一些小种子啊？好啊，可以再玩。也许这些经历你们在城市当中呢很难去体验的，但是你们在播种帮助蔬菜成长的过程当中感受大自然万物生长，你们自己也在成长哦。那我们一起回去喝蓝针奶粉，补充一下我们的体力跟能量，好不好？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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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生活在城市里面，其实他们能够接触到真正大自然的东西是机会是少的，所以如果有机会能够跟他们一起在大自然里面，可以跟他们一起做一些事情，或者是教他们去认识一下大自然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东西跟很多的道理在里面，让他们能够了解，能够敬畏整个自然界的一个环境，我觉得是很重要的。我不喜欢石头，我不喜欢石头，石头会穿进我的鞋子里。嗯，要抱啊？我抱好了，我抱好了，好不好？叔叔抱，叔叔抱。啊！你真的是？你吃了很多东西吗？是。那我先抱着你走。可是等一下我们去认识新东西的时候你要一起到了那边就要下来好不好？要下来。
前面大松果，我们捡一个大的好不好？你看，你看他们都放在篮子里了。那头经常痒的，怎么办？太臭了！哎呦，你不要宝藏啦！我想先回到那个房子里，因为这里我的拖鞋老是掉。你看，你看他们都放在篮子里了。我要抓一个。怎么样，小心啊！你要不要练习慢慢往上走啊？我扶着你，你慢慢走。妈，哇，好棒啊！你平衡力很好啊，慢慢的，慢慢的走。好了，彤彤。走走看好不好？九哥在哪里啊？我在这里。我看不见你啊。你要来带我啊？我来了。你是要来帮我吗？啊。那请你帮我好不好？好。九九。好嘞，小朋友们。我们平常吃烤肉的时候，是不是要先点火，要生火呀？是啊。嗯，你们看啊，把它点着了。有没有火着了没有？着火了吗？这个？对，着火了之后就可以开始慢慢加炭了。好，这样子，你们每个小朋友拿一块木炭，然后慢慢放，可是放的时候小心火，好不好？火会很烫的。然后把它放在这里。轻点，轻点放哦，艾玛，轻点放。哦，好棒，好棒。哦，好棒，好棒。彤彤也是拿一个，一会儿也是拿一个吧。彤彤，彤彤拿一个，彤彤拿一个。来，彤彤给你加一个。来，小心火会烫哦。放在这里，这个地方可以放。有没有把它放平呢？好嘞。哇，真棒，你看。嗯，好嘞，来换你。哎呀呀呀呀！你看你这样很容易把火溅出来哦，这样火会溅到身上的。好嘞，等一下，还有碗巾呢，碗巾要放。碗巾过来放一下。放这里，轻轻的放在这里。好嘞，好了，好棒。知道呀。首先拿一个小公公，然后再拿一个木头，然后把木头放在公公里，然后再这样子刷一刷，然后就会有火了。是的，是的，你说的对。那个是钻木取火，钻木取火。我们现在如果说在丛林里面都没有火的时候，就要靠钻木取火了。现在还没有火呢，现在还没有火呢。你看现在火这么大了呀。排队啊，大家排队找肉吃。九哥，要不要来一块肉？好好。大的，来块肉，来块肉。你想吃烤肉是吗？
来。自己拿着。好嘞，小朋友们，你们看啊，我们在野外，我们生完火了，最后要离开，要把火都灭掉，不然会很危险，有可能会着火的。来，慢慢的。哇，妈呀，好多呀！再放一个。火全都被灭掉了。哇，这就是森林精灵吗？在那儿啊，你看。哇，瞬间我就被感染到。这就是小朋友呀，我觉得跟他们的相处是有治愈我，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就是你忘记了你本来有的东西，可是你透过跟他们相处，你觉得哎，你会找回来一些东西，然后找回来之后我是很幸福的。以前会有责任感没有错，可是不会变成压力，小朋友的生活有多重要，就像他开始爬了，你马上就要担心那他会从床上掉下来，所以你的操心会是24小时，大大小小的事情通通都会呈现在里面。你有了自己的小朋友，你就会知道当父母真的不容易。